前的高国豪，他必须在公司上面必须勇于出手。哇，比赛一开始跳球之后 ，Mike Singletary 就直接上篮得分了。哦 ，Singletary 没进，他在45度角三分线外再接到石伯恩的传球，目前单节个人独得5分。但是还是失误了。对，而且裁判没有给哨。这次的快速反击是由 Singletary 来飞身上篮，漂亮的 give and go。其实现在年轻球员非常要去。辛特利目前无所不在啊，在助攻担任他们的禁区球员，因为没有好的射手组成的外围啊，其实你要在三分线上频频的出手，这感觉也是非常不合理。是，目前是联盟的得分王，虽然在第一节哦，九一度将比分给追平了。Singletary 这两罚是蛮关键的，都把握住了。状况下还在找手感哦，可以看到得分有停滞的状况。Singletary 出手进。现在因为下这个战术，它的发动点看起来好像是牵扯到三个人，对，三个，一个在边线上面45度的位置去做一些举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会要控球员其实要负责这样去提醒，对，是。Singletary 出手被犯规，要上罚球线。这个可以。连续5场 double double 的表现，所以记得在前两开机前两周的比赛，真的。对，上半场除了进攻不顺之外，勇士队在防守端方面也有些状况。还好啊 ，Singletary 第一节得10分，现在第二节他又再度拿下了10分。哇哦，这是一个超解林书伟，但是对方法师又超回来。哎，你丢一球，我丢一球，最后是法师的犯规。看到翔军这个地板球也是玩的。会形成包夹，现在在这几波攻势看出来都是外线 Mike Singletary 还是要靠辛特利哦，在一个 pick and roll 直接灌篮，太可怕了啊！这个高度可以做这种动作，是真的相当接近篮筐哦。球在拉回来时，这个拉手抓的是陈坚恩，哇，落后到达了18分。只得到62分，这个不像是富邦平时的三投零中。是。Singletary 带到边路，有，还是要靠辛特利啊。银行拿下5分，回过头来 ，Singletary for three，yes。哇，这一球，这是 Singletary 超截。出来的时机点刚刚好，直接单手扣篮得分。Michael Singletary 单节又得到了5分，目前34分进账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把富邦勇士给拉回来了。因为以往这样的对战基本上是防守战，那今天对手要玩进攻战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比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比较辛苦。那你觉得他们对谁的防守是最失败的呢？觉得是在对法师上面的分数应该可以再降低多一些哦，那么他让他得到45分的分数，事实上是真的是太高了哦。好，结果最后的比分就是114-106，新竹接口工程师在客场拿下了双方这个 dog fight， 就是一场激烈的你来我往的赛事当中的胜利。